做客西亚，一切都不容易。正式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国足的小伙子们加油！啊，科斯能不能抢到这一点？这球抢回来了，球啊！中间是有杨旭，假传真扣，球还没有出底线。埃克森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感觉状态不错啊，今天他出现在中国的进攻左边路，传进来了高点。哦，这球应该没有犯规，没有犯规，但是撞到了，这是郝俊敏吗？刚好这时候需要坚强，应该看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，还是需要再耐心一些。右边是王刚拿到球，他的边路的进攻我们今天可以多看一看啊。哦，这球犯规，哎呀，大哥，哎呀，稍微高了一点，非常可惜。接近十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差点迎来一个惊喜啊！他呀，可能感觉守门员是离他太近。这是王刚丢球，哎，王刚说完球啊，对吧？这个一丢，对方就要打反击了。而且我们的防守员要付出更多的体能往回追，正在努力的回追。就不要扑他！哎呀！18分钟的比赛时间，这个位置直接被头球破门了，奥马里的进球。这个也是我刚开场说过，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高，因为我们的身高确实不够。杨旭，好球！西再给，这球有没有包抄？王刚开始观察队友的一个跑位了，给了一个前点，啊，这个打法还可以，对，应该。郝俊敏，看看这次。传球，传前点，杨旭想向回做一下，这球无锡的远射挑传，漂亮，吴磊，漂亮，1-1，扳平比分。落后十分钟之后，中国队做出了回应，吴磊进球了。这球啊，无锡这个传球啊，太漂亮了。他这球都把我晃了，我以为他要射门了，但是呢，他这是假射，真传呀，传到后点，吴磊一轻轻一推。队员们把基本的事情做好，问题就不会特别大。头球的解围，二点球的保护要注意啊，不能让他射什么啊。上的比较大，但是防守他有时候也许可能有压力。好球啊，漂亮，吴磊，吴磊，中国先把球做一下。哎呀，这球打门也可以。王刚和郝俊敏两人的协防。哎，哎呦，这一下小心，对方射门啊。嗯。身后，身后。应该已经出界了，应该肌肉拉伤了，因为这个队医过来直接做出了一个换人手势，或许他的身体状态今天不在最佳。漂亮的传球，回做边路，直接反击，这个高点挺好，哎，挺大了，稍微大了一点点。别让他转身，好球啊，林俊杰。而且我们发现李可上来盯啊，盯的是马瓦斯这一点了。传中落点，二点球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，这种球确实要小心。啊，点球啊，很多时候这个解围啊，你如果向前，对方已经抽筋了。哎，埃克森做掩护，吴磊挤到了禁区之内，这一下呢，这个裁以今天裁判的这个尺度，他是不会吹的。而且还没有这个 VAR 啊，我们的主场可以好好让他们感受一下气氛。李可纠缠这球，第一时间没纠缠下来。哎，这个他是最有威胁的呀，还是这个？哎！哎，没有办法。刚说完，他的助攻就是这个右边、这个左边这个传球，而且这时候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呼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呼应。这时候，守门员其实出来要喊一声“我的”，好球，哎，是不是有点着急？胸部停球，左脚再打，还有机会吗？埃克森的射门尝试没压住，这边搓起来的，找到了刚刚上场的刘洋，人球风光，人球风光，有没有进来？没人啊，前面，感觉时间了。这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对于中国队来讲的话，这一个夜晚呢非常的遗憾。